高分上压分，就是今天啦，各位。我是玉皇大帝、观音菩萨指定取经特派使者，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孙悟空。看来是非常高画质的游戏哦，有注意到这个字幕比较小一点，字幕拜托让我放大一点，我的眼睛真的是不好啊。哇，没有办法哎，那字幕没办法再放大了。开始了，目前看起来已经是齐天大圣的样子。对面该不会是玉皇大帝、如来佛祖、观世音菩萨吧？有没有对那个《西游记》有研究的？因为我是完全没看的。这个帧数表现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哇，筋斗云，好帅啊！帅帅帅帅帅，白色的，真的打得赢吗？这么大只，而且对面还有那个上百万的复制，人字也太小了吧，太小了。他想回花果山，但是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好酷哦，这个跟战神一样，神仙好像都是坏的。还不退下？这谁啊？这该不是唐三藏之类的吧？并没有，这里除了我，没人配与他单挑。为什么要单挑？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？我让你亲眼看看，我是怎么杀光天庭每一条狗的。他说的是真的狗，还是他指在座的各位都是狗？哪个剑是攻击啊？哦，这个。呜，有点帅耶。呜，我的棒棒变长了。这个淘宝有卖吗？这东西好好哦。我们家的那个门帘的那个杆子需要换一支了。我自己就有了。不能啊，不能拿来晾衣服啊，那个东西。他起飞了欸，哇，朽木白哉。欸，后面那一百万人怎么不来啊？啊，原来你们会飞啊。啊，那刚刚干嘛在地上打？对，这个是字面意义上的神仙打架，真的是神仙打架。哇，我被波及了，好惨，干我屁事，站在旁边好好的被波及了。我该不会是要被封印的之类的吧？你们这么猛，刚刚怎么不出手啊？十五一刃，说好了单挑嘞！你这骗子，你这个不要脸，说好的单挑，完蛋！这个地球冒号干，他们为什么要变成动物呢？既然可以变的话，为什么不变喷火龙之类的？哎，中邪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金箍咒怎么来啦？是谁呀？到底是谁呀？完蛋啦！啊！噔噔，我怎么中招了呢？哦，这个植被之茂密。哎，那个树怎么在抖啊？那树怎么在抖？对啊，想回来错了吗？为什么要逼我们去做神仙呢？想乖乖当的猴子竟然不行呢？想念花果山的香蕉不行吗？这石头也太小颗了吧！我以前看过那个电视剧是这么大颗的。这些猴子竟然穿衣服，太荒谬了！不穿衣服会被 ban？ 不是啊，你们没看过 Discovery 吗？你看哪一台 Discovery 里面的猴子有穿衣服了？有穿衣服的猴子，那只有在综艺节目看得到啊。那个小庞啊，小庞不是有个朋友是狗狗吗？他们一起去便利商店买吃的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六件灵物？伏地魔吗？这老人是不是在村子里面被讨厌了？一直在讲古哎。人道福自由。大哥，这些狐狸超好笑的。现在已经不是孙悟空了。已经是默默小明的猴子啊？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个棍子啊？怎么不会是大家都有吧？我干嘛要打这些动物啊？下一个夏天，克里斯多夫罗宾回来，发现他喜欢的维熊跟跳跳虎都死掉了，那怎么办？他的头好恶啊！真相，该不会我真像孙悟空吧？不是啊，我看美国电影黑人也都长很像啊。
这游戏里面有很多很喜欢讲故事的老人，我看到老人就想扁。拿葱那个大婶出来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就是氪金的力量啊！我有这个豪华版的谢礼啊，马上穿给大家看。嚯、哦，看到没有？都是钱呐、啊！这样有变比较强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变得比较丑哎、欸。这个怎么拔掉啊？不会弄、欸，没有拔掉面具的那个哎、欸，什么鬼啊？穿上去就拔不下来了、欸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想戴着面具啊！靠，不要逼人家穿嘛！糟糕，我不能裸装哦，我不能像动物园的猴子这样吗？甩大雕。佩宇安安，欢迎你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我要把这百亩森林夷为平地。哎，这个路非常的大条哎，我迷路了哎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走对。这个路真的不得不说都长得很像啊。游戏没地图，确实啊，猴子怎么会看地图呢？猴子会骑摩托车啦，会玩 iPad 啦。我采集到了什么？要谨勿视，这个东西有恶臭，如好好色。乃佛头中藏有的宝物，不知有何奥秘啊？可以讲中文吗？我要打 boss 了。Jesus！ 完蛋啦、啊！我要去 Seven 买水了。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？这是谁？牛护院啊，三个字都是中文，但没有一个字看得懂。悟空败北，有法术你不先教？我要穿上我最强的装了，氪金之力，让他见识看看新台币的力量，有变强吗？有哎、欸，变超强了、欸，变得超级强哎、欸。这样三两下就赢了、欸，完蛋啦！面具谁帮我脱下来了？哎呦，忍术定身术！你，原来你是哈特利啊！哇，哈特利变这么老都认不出来了。忍术定身术！哇，这个高级版的装超级强的，随便劈一下就死了。灵光点，打开修行悟天赋，大只则亮于宇宙，小只则够于毫毛，变化无端，隐隐莫测。What the fuck？ 我明明就是玩中文版，怎么没有一个字看得懂？我在网络上看很多这个虫的影片，就是会有那个不知道是飞鼠还是什么哈姆太郎，然后主人就会给他一只这个虫，然后把他那个头撕掉，然后去吃里面的内脏给大家看。うまい！建议不要打后面的大怪，很难打。我来打打看，反正死掉也可以绕过嘛。这什么鬼啦？哇呼呼，这怪好好笑，哈哈，他在翻滚呢。干，我是迷路了，在树林，哈哈哈，在树林，我当然知道啊。这眼见四面八方都是树啊！大块头，开扁喽！呀！呼呼呼呼呼！太强了吧！这怎么打了？不能打了，这个太强了！啊！这是大树守卫吗？有啊，有定身术啊！难不成刚刚那个用定身术就可以打？真的假的？你死定了，大块头！不能放箭之类的吗？
哦，坏乡人。不是来得太夸张了，为什么不会吐血啊？啊，复活啦！哎呀，不行啊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我们外乡人失败了。菜就多练。这兔子跑得比我还快。哇，烂炮兵，完全射不到。进了这道门就没办法回头。浪子回头，不是报恩就是报仇。狼会把你丢到空中，把手放在空中甩。这个叫狼，这不是狼啦哦。Jesus Christ！ 屁嘞！干，谁家养这个、啊？受迪克吗？所以他的攻击会把脸遮起来，让你没办法很好看他是不是要攻击，蛮奸诈的。完了，按到了，哦，这么有用啊 ！Coco 妈的大，完了，换我要凉凉了。这边不能急，不能急。瓦利达，得胜，局败。哎、欸，他遗言很完整。快快告诉太郎，那个猴子又来了。这里是哪里啊？ 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他怎么一群这个？好恶心哦！哎呦喂呀，一群蜥蜴人啊，救命哦！一群狗的蜥蜴人，他的弧度好大平哦。哦，你可以教我吗？弧度贼！你不尊重狐，狐生气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游戏很多人明明都讲中文，但是没有一句话听得懂。哦，那狐狸未来可以吸蛤蟆，我干嘛拿狐狸吸蛤蟆？蛤蟆就让它在野外开心的蹦蹦跳就好了。中毒身亡，很好解毒的，我的毒没有解药。哦 ，get 喽 ，get 喽 ，get 喽！完了完了！哎呦，哎呦，这个蛙腿蛮猛的。哈哈，希望女仆咖啡厅有这种服务，拿舌头甩人。Jesus！ 忍术定身术，你可咋？快用我 ，get 大子！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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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有了，变成神奇宝贝大师了。小僧法名广谋，广谋，若是今日死在你手，没有人要杀你啊！带句话给师父。你谁呀？肉眼凡夫容半，他长得一脸牛头马样，他的中文非常的标准，到底是怎样？怎么一堆人要跟我打、啊？摩哥，救命啊！摩哥，请停止放箭！干！摩哥不讲武德啊！他刚刚那个毒从哪里来的、啊？他是召唤别人的人是不是？哦、他派屠蛇出来，竟然是神奇宝贝大师。上吧，阿摩蛇！一颗蛇 击败光芒。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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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广播，给到大家。哦，听说你是狼人，听说你很厉害啊。广志，哇，怎么那么有亲和力啊，广志。广志还完房贷了。Holy shit！帅帅帅帅帅 ！Oko Mateta！ 哎，还没死！哎呀！膨胀了，膨胀了！我还以为赢了。王者 ，Kishi 呀！预言之人，天命人。敲响上钟，上钟敲响，咚！变身变变看，听说会变得很容易哦。变身，菜就多练。哦哟，不错不错。不错不错，要赢了！一开，幽破，当大头佛 ，get 大赞。